感谢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谢龙天护法那么顺利的召开了我们第一次在那个新加坡的那个我们的悬疑中枢解答会再一次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各位菩萨。那个也感谢各位我们的高僧大德法师们前来助缘，同时呢感恩呢各位从全世界前来护法的我们的结缘的所有的佛子们，谢谢你们。台长很开心那么跟大家呢能够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国家新加坡相聚大家很开心新加坡呢是一个非常有佛缘的一个国家，所以昨天呢当我飞机要还没有下降之前的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一路上看见了很多菩萨，那还看见了那个金刚菩萨金刚菩萨非常非常大在天上，然后呢我还看见他们身边呢有一瑞兽，你们想想看是什么瑞兽啊？狮子，所以新加坡称为狮城。那么看到之后呢真的很开心，法喜充满，知道有这么多的龙天护法能够一起前来助缘，所以呢台长非常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新加坡呢有很多的人都在修心，那么新加坡呢有很多的人都在念经，那么各种宗教呢在新加坡呢和睦相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今天呢台长也到这里来呢跟我们所有的佛友们呢结个缘，希望呢今天所有在座的佛友们都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法喜充满，身体健康。很开心新加坡呢热爱和平，世界上的有灾的地方呢他们都出资捐款曾经在中国水灾的时候呢他们捐了民间捐款就有185万，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国家，参与斯里兰卡的一些水灾灾后重建地震之后他们也是非常的出钱出力，所以呢他们国家的法律也是非常严格，如果随地吐痰的话呢罚款呢是1000元新币新币1000元，所以呢台长说他们才成为世界上最干净的一个城市。同样我们做人如果懂得戒律国家是法律，我们做人如果懂得戒律的话，我们这样在心中才能铸造出最美好的心灵，所以我们在心中也会成为最干净的心灵。台长呢对所有的法门呢都非常的尊敬，对所有的佛子都非常的尊敬，台长呢非常的爱我们所有学佛的人，所以呢我们呢修心呢其实呢就是求改变自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太多的事情没有改变，不能改变不是说我们人能够做得到想改变就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最重要的要想改变自己，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思维，所以这样才能提高境界。为什么学佛人不愿意跟人家争吵？为什么学佛人比较懂得道理，比较懂得礼义，比较能够受人尊敬？因为学佛人的境界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境界是在接受菩萨的境界，是佛菩萨的教育，所以我们才能忍辱精进，我们才能慈悲喜舍，所以我们在人间才能成为人间学佛者。今天早上啊，接待了有一位佛友啊，我跟他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问我为什么现在的人恶病这特别多，啊，为什么会生恶病呢？很简单，因为人脑子里的恶念太多，所以他就生恶病。因为当一个人脑子里都是善良的时候，他生不会生恶病。所以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接近什么了，你就会碰到什么。就像你一样，你整天装神弄鬼，那么然后呢，鬼就会经常来找你。就像我们家里的灵性一样，如果你整天的惦念过世的母亲父亲爷爷奶奶，天天想着他们，他们一定会来看你。道理就是这样，所以要明白，我们如果脑子里天天想着善良的东西，恶的东西就不会进入我们的心田。如果我们天天脑子里想着恶念，怎么样去跟人家争斗，怎么样去尔虞我诈，那么时间长了，你的心中就会积累成多，那么叫累积啊，累世积累加上今世的心业，那么你就会生恶病啊。那么在来新加坡之前啊，就是前一天晚上，那么我的一个秘书跟我讲啊，那个师父有一个老伯伯是青岛的，他呢啊刚刚呢他呢上天了啊，就是过世了，你能不能帮他看看。那么台长就给他看了，看了之后呢，他什么话都没跟我讲，我这个秘书他就跟我说，你看看他到哪里了。结果我一看，我说他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么这是就是前天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老伯伯呢，他呢是青岛人，他在过世之前呢亲眼看见观世音菩萨，他跟着台长在学心灵法门啊。然后呢，他呢突然之间呢，在过世的前一天跟他的女儿说，孩子啊，我一切都放下了啊，我放下了。他的女儿就帮他妈妈洗脚擦擦脚，坐在那里洗脚的时候，老人家就走了。他的生前，这位青岛的老妈妈生前的愿望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台长看见了啊，这个老妈妈在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啊，老伯伯到西方极乐去的之前，他一辈子就是这个想法，他一辈子去寻医，因为在他的脑子上长了一个大的，这么大的像橘子这么大的肉瘤。到北京、上海、天津，凡是大城市的医院都去看过，一直看不好，花了很多钱。然后他念了1100张小房子，大量的放生，居然瘤消除了，而且长出了新肉。他跟他孩子说，孩子，我什么都放下了。孩子说，妈妈，你还会想我们吗？我放下了，我不想了。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做人要放得下，要看得破，我们不要拿着眼前的一点点的利益抓住不放。请记住，这是人间的悲哀，我们以为这些是我们的，想一想，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吗？我们从小生出来的时候以为爸爸妈妈永远是我们的，看看爸爸妈妈离我们而去。我们以为我们在小学里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奖状，我们做功课第一名，都是以为是自己的，请问现在在哪里？
我们想一想，我们结婚的时候以为自己的太太是自己的，到了最后太太跟自己离婚了，嫁给人家又不是你的。很多的先生说爱自己，海还没有枯，石还没有烂，他这个烂心烂肺他就先烂肚肠。所以我们要懂得啊，我们要用善念善根来根除我们自己心中的缺点和病因。大家知道人的病因谁都会说，稍微学一点佛的人就会说一句话，我的病因不就是贪嗔痴吗？想想看改得了吗？一个人改得了？台长昨天在开示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我们在人道，我们现在学菩萨，菩萨在我们的上面，对不对？那么人要学菩萨多难呢？想学得好更难，而且学了之后人还会变化。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学了之后今天很感动，明天很感动，过一段时间不感动，找不着了。这就是学佛人不能做到一门精进的效果。所以台长说，在人间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啊，我们在人间学佛，你今天学的只有一个小时，你是一个小时的佛，那么你今天学两个小时，你是两个小时的菩萨，对不对？那么在畜生道里面有猴子，也在学人样，戴一顶帽子，两个腿站起来像人一样，他是在学人吗？对了，他是在学人，但是他走几步，他老样子又出来，两个前爪又开始四个腿一起走了。我们人在学佛当中，觉得菩萨很好吗？好，我们学更高的一个道，我们学菩萨道。佛道，然后我们刚刚向菩萨一点点，我们的贪嗔痴慢都来了，我们又开始嗔念恨人家嫉妒人家，那些毛病都全部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人学佛这么难，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上天，但是何等的难。想一想我们过去吃了多少苦，我们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像做牛做马一样为了我们离我们而去，我们现在跟着他们一样为儿为女，一辈子为家为财，最后我们也会这么死去。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带走的也是空的。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啊，一个人有苦到苦皆是，一个人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悲剧的开始。所以不要以为自己非常有钱非常有名非常有利，实际上全是空的啊！大家想想看，一个人生出来就知道自己的结局是死亡，所以这个悲剧已经定死了。所以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都是悲剧收场的，所以在这个悲剧一生当中，我们想找出永久快乐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人间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用积极的学佛的人生来改变自己，来让自己能够到晚年到达一个新的目标，到达一个新的境界，来寻求佛理到达彼岸。有善根的人才会有善念，念头才会善良啊，所以才有善行和善言。一个人嘴巴里讲出来全部都是善良的语言，这个人行为才会善良。
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善良的语言和善良的行为？因为他的意念当中都是善良的，有了意念善良，他才会语言和行为善良。这就是啊，我们说身口意，身口意善良了，这个人才是善良之人。所以我们要懂得有失才会有得。我们今天学佛修心念经，我们好像失去了很多时间，好像失去了我们应该赚钱应该扬名的时间，但是这些失去了，我们又能得到，得到心灵的安慰，得到心灵的美。所以有失才会有得，无失便无得。你没有想失去什么，你就永远得不到。所以失此得彼，你今天这个地方失去了，那个地方会赚回来。就像人说的一样，人的一辈子是吃不尽的亏，赚不尽的便宜。一辈子这里赚便宜，那里吃亏，那里吃亏，那里又赚便宜。实际上人就是在平衡当中在生存着。所以失了还会得，得了还会失去，这才是无得无失。这样懂得这个佛理之后，我们才能无挂碍，才会学会无挂碍故。所以以无所得故，放得下，看得破，这是学佛做人最重要的。学佛做人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要慈悲善良。我知道有一位法师，他是怎么会出家的。他过去是靠家族里边打那些啊，我们说的打那些啊，就是那个叫水獭，就是那些像狐狸一样的水獭。他是打死了水獭之后呢，他把水獭的皮呀剥下来晒干之后呢，他会卖，卖了之后赚钱。那么这个法师在没有出家的之前，他是做的是一种杀业。那么有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有一次到了一个水边，打到一只水獭，这只水獭是怀孕的水獭，已经生下来了，但是他不知道。他把这只水獭打死了之后，把它的皮血淋淋地剥下来放在那里之后，他想这只水獭一定会死，他就到其他地方再去打。那么等到他四五点钟回来的时候，他一看这只水獭居然没有了，他就沿着水獭游过的地方全部血迹，他就循着这个地方去找，结果他在一个小山洞边上，他找到了这只水獭，就是这只血淋淋的水獭，有一只刚刚生出来的小水獭在吃它的奶，它还在喂这个小水獭。大家想想看，人怎么没有慈悲心啊？怎么能没有慈悲心啊？当时这个人就痛哭，发誓我再也不做杀业。这就是现在有一个庙里的一个主持，这个主持就是这么出家的。大家想想看，学佛人应该有慈悲心。台长这次到啊英国去领啊这个世界和平奖，这么多的宗教，他们的教皇，他们的宗教领袖全部跟台长站在一个桌子上，一个舞台上，大家客气的不得了，彼此在后台问寒问暖，相互握手。我想这个多好，如果全世界的宗教都能够和谐，全世界的宗教都能相互尊敬，我们一个目标就是为了世界和平，就是为了能够多付出一些慈悲心，都是因为你多帮助一些人，如果所有的宗教都这么和谐，那该多好。
有很多很多教派，我们怎么能用这个教派去说那个教派不好？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是一条路，让我们回家。我们应该尊重所有的法门，就像我们看病一样，你可以看中医、西医、内科、外科、牙科，你什么科都可以看，为什么要相互攻击？所以这就是台长为什么能够感到佛法的伟大，因为我们佛法从来不说人家宗教，人家的宗教不好，我们要谢谢我们伟大的导师释迦牟尼佛。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因为最大的毛病就是怕失去。大家想一想，你今天做官了，你是不是怕失去？你今天有钱了，你是不是怕失去？你今天有夫人了，有先生了，你有孩子了，你是不是怕失去？实际上人最大的就是因为怕失去，所以才会被捆绑。因为人就是怕失去，所以精神和肉体都会被一种无形的枷锁所捆绑住。大家想一想，因为我们不能做主，我们怕失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去，所以我们才会让别人来控制我心的喜怒哀乐。我们人很可怜，不要以为自己能够控制喜怒哀乐。一个妈妈在家里从早上到晚上很开心，做菜烧饭，笑嘻嘻哼哼歌，等到孩子一回来把成绩单给他一看，妈妈马上一看，啊，你就是考这种成绩啊，接下来一天开心不起来，接下来就开始难过，就开始忧伤。你不是情绪被人家控制住，如果同样这个孩子如果今天考得好成绩回来，你马上就开心了，你不就是像生活的木偶一样，对不对？想一想，因为我们有我执在控制着自己，因为我执意的要做这个事情，我执意的要去做那个事情，所以我就放不下自己，所以就让人家来控制着自己。大家想一想，我执啊，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会为失去某样东西和某一个朋友而难过，而难过。其实这也是人性当中贪恋的一种。大家不要以为啊，说说贪嗔痴啊，你们知道吗？这也是贪啊。所以一个人要不贪，非常非常的难；要不恨，又是很难。啊，愚痴那就是更难控制自己。我认识的一个精神病医生，他告诉我说，现代的人以为人家都是神经病，自己是正常的，实际上他自己也是神经病。笑完之后鼓鼓掌啊。其实台长跟你们大家在一起，从来把大家都当自己的朋友一样，所以大家跟台长都很亲切。很多第一次来的人觉得很怪，哎呀，为什么台长跟大家像朋友一样，大家这么爱台长啊？实际上要记住，学佛就是一颗心啊。实际上现在的人不傻，你用真心去对人家，人家怎么没有感觉呢？现在就是假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人家不能感觉到真的东西存在。如果我们全世界的人都能多付出一些爱心，多付出一些诚心，多付出一些慈悲心，我们这个世界更美好。所以
台长跟大家说，接下来又有笑话来了。台长跟大家，弘法是白话佛法，在笑声中学佛，在我们的人生的法喜当中领悟佛法的真谛。人啊，活在爱恋之中，从生出来我们就爱，所以大家明白，爱是人生永恒的主题。菩萨爱我们，我们爱菩萨。我们从小生出来爱爸爸妈妈，等到我们二十岁的时候爱妻子啊，就转换了。二十岁爱妻子的时候，等到三十岁的时候爱孩子了。爱孩子三十岁之后呢，等到四十岁的时候呢，觉得呢妻子也有了，孩子也有了，觉得钱不够了，四十岁开始爱财了。等到四十岁爱完财之后呢，觉得身体不好了，财也不能买命啊，那五六十岁开始爱命了。那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所以啊，我们在爱的当中在生活，我们有时候用爱把自己捧上了天，有时候又让爱把自己坠入了人间的拘留所当中。因为我们的爱使我们变得狭隘，使我们变得自私贪婪，所以我们要学习菩萨的大爱，我们才能心胸才能变得越来越宽广，我们才能海纳百川。有些人经常说，听好了啊，精彩的来了啊，结婚是失误，离婚是觉悟，再婚是妙悟，重婚是执迷不悟，生孩子是犯错误，一个人什么都不耽误。现在想想，我们的法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都不耽误，修行上天。啊，今天观世音菩萨早就到，而且前几天台长还没来之前，护法神早就到了，所以台长有这个神通，我就能告诉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可以上天，什么时候身体不好，什么时候自己修得好不好，家庭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有台长这个有神通的人能够帮助你们，你们更要爱护台长，台长以后才给你们看的。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活在世界上啊，一定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对的，这个事情是错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对错，只有因果。因为你们看不到他的前世，所以你们以为为什么他欺负他，为什么他恨他，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还要这么样，这种事情你们看不见，所以你们不知道。台长看见太多太多了，都是前世的因果。所以但凡凡夫他们错在哪里呢？但凡是凡夫他们错在迷执和小我，他们钻在自己的窝里面，自己的思维里面，自己的行为里面，他钻不出来。就像很多人被单位里老板老总一讲之后，他回到家可以难过半天，实际上想明白了，你老板讲我又怎么了啊？你能够讲我，我就好好做，你今天要我咱们是有缘分，你明天不要我，我能找到比你更好的职业，所以对我无所谓，那就是佛法讲的无我。烦恼是自己找来的，你们知道吗？越烦越烦恼，越烦越恼怒，所以真正学佛的人没有烦恼，把烦恼放下，没有烦恼的人就是没有烦恼，就是不烦恼。那么
台长告诉大家，那么舍去恶念、恶人、恶事、恶法，恶人看起来并不恐怖，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作恶的人，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不恐怖，不是像演戏里面青面獠牙的。大家想一想，现代人真正的恶人，你们还很喜欢他，你们以为他是好人，所以你们就没有像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睛。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啊，好，所以呢，大家要明白，真正的恶人大家还喜欢他，真正的好人大家呢去摒弃他、抛弃他。所以现代人善恶难辨，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做个明辨是非的人。那么怎么样能够明辨是非呢？只有好好的学佛，让观世音菩萨的智慧，让所有佛陀的智慧进入你的本性，进入你的意识当中，八十天中你才能辨别善与恶。好，那么今天呢，那么台长呢，因为我经常呢在广播电台里面给大家每天呢看图腾，大家听得懂吗？每天看图腾。那么有一天呢，台长看到一个婆婆心脏很不好，那台长呢又不是医生，我对那些心脏这种专业的术语我也不懂。结果呢，台长突然之间呢说出来呢，他是一个房颤，房颤，我都不知道怎么会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我看见他地方啪就跳出来。所以呢，台长呢就给大家呢因为我还看出他的高血压，泌尿系统也不好，而且呢我还看到他呢前年年底啊差一点呢还被一个灵性收走。所以大家想不想听听这个录音啊？好，给大家播一下。三五年给叔叔的一个女的，她给我婆婆，她心脏肺都有问题。我看一下啊，哎呦，哇，我告诉你啊，她的心脏毛病大于肺，听得懂吗？啊，她的心脏经常会，对，这个医学上讲叫房颤，听得懂吗？对，是真的，这个房颤不错。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医学不懂的，但是为什么我会知道房颤啊？他就是一看的时候啪他就会跳出来，我只要一看你的心脏我就看得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他就是老毛病，而且他血压也高。对，血压就是血压高。而且我告诉你，他的泌尿系统也不好，听得懂吗？啊，对。哎，他现在肚子胀得厉害。胀得小便又小不出来，一会儿想小一会儿想小又小不出来。对，这个就是血脉不和，尿频尿急，再加上肚中腹胀，然后呢整个不蠕动。你这个婆婆啊，前年的年底的时候啊差一点呢就被收走了，你听得懂吗？知道，是没错，我不差一点了，差一点就死了，你听得懂吗？听得懂。鼓掌。台长天天在广播里给很多很多的人看，都从来不认识也不知道的，就是这种广播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台长希望呢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呢来救助更多的众生，至少台长可以帮到你们的身体，帮到你们的思维，让你们能够活在人间就成为菩萨，活得愉快，我们以后才能同登四圣道，才能共同奔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天天在人间就是想摆脱解脱，天天想脱离，从精神上想离开三界啊，想离开三界的话，那么台长今天教你们几个好的方法啊，想不想听？其实呢这些方法你们鼓掌啊，不是，我说你们鼓掌啊，鼓得太早了。
为什么呢？首先呢，一个人想远离三界，最好的方法呢是远离诱惑。大家听得懂吧？因为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人呢，就是他呢是我的一个听众，他呢有一天呢，他跑过来跟台长说，他说：“哎呀，台长，你知道吗？啊，你帮我看看图腾好吗？”那正好轮到他，啊，他很神秘兮兮的跟我说：“你看看我最近有没有财运啊？”我给他一看，我说：“你是倒霉了。”我说：“你破财了。”他一听傻了，马上告诉我了。他说他接到香港一个电话，说他中了几百万的彩。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新加坡有没有，马来西亚有没有，也有这种电话吧？啊，说你打电话打到了，哇，你中了几百万，那接下来是什么情况发生的呢？接下来就告诉你了，说你必须打税，打6000块钱澳币，然后呢，你还要呢，就是给我们的 agent 费，就是我们的会为你服务的费用。你想想看，你来了之后，我们把这笔钱全部给你汇过来，你想想看，就平白无故的就6000块钱就没了。他自己种菜的，天天还要喷洒农药，你想想看可怜不可怜？为什么呢？他毛病是出在诱惑上面。大家记住，我们人不要经常去被人家觉得是诱惑。比方说，这个人好啊，那个人怎么样？哎呦，这个事情一做肯定能赚钱，那个一做你肯定能做官，那个怎么样呢？你就是经不起诱惑。所以真正想脱离三界的人，首先学佛不要诱惑，对不对啊？我们学佛的人，首先你要是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以后啊，你这么你可以上天了，我连这个都不提，我就好好修心，一门精进，我上天不上天那是菩萨的事情，听得懂吗？那么第二教大家窍门了啊！第二，把诱惑的范围要缩小，听得懂吗？比方说，孩子考试精英中学怎么，好的，那么这个是对你有诱惑了，对不对？那么你尽量把诱惑缩小，也就是说，对你的引诱力，对人间的这些贪的念头就会越来越少。所以，真正学佛的人，贪念少了。诱惑先要少，贪才会少。你们大家，贪是怎么来的？就是由诱惑来的。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吗？你买彩票啊，谁啊？我张家妈妈、李家伯伯的，他们都中大彩了，人家现在买好房子了，诱惑来了。你不贪，我这个房子坐坐已经可以了，住住可以了，我没有必要再去买好房子，你就不会失去更多。所以把范围要缩小。第三，要舍弃诱惑，超脱欲望。欲望不要有，我们不要给自己设立欲望。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东西呢？想吃的不吃嘛，对不对啊？一定要做，大家都在做，我不去做就可以了，对不对啊？你对你没有欲望啊，大家都在想着啊买房子，我不买。我不难过，一买房子就难过。我告诉你们，我们有一个听众，他在上海买了一个房子，当时呢这个房子地方是特别好，叫滨江大道，大家知道在外滩边上，那房子啊很好，滨江大道。那么这个房子呢怎么在这里买的时候呢多少万，你看这个视野多好啊，看见黄浦江，漂亮吗？漂亮。买完之后什么事情发生了？这里照了一幢，在他的边上这里又照了一幢，他前面就看见这么一点。你想想看，做生意都是这么做的，对不对啊？就像人家说笑话一样，买皮鞋买一送一，他说买一只送一只，我本来就是一双的。这个人为什么做生意要做成这样？为什么要骗人呢？他就是因为人经不起诱惑，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台长呢，谢谢。所以台长呢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保持抗拒欲界的诱惑力。什么叫抗拒啊？
啊，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想的不要想。这个我们老夫子孔老夫子早在2500年之前已经说了这句话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行。所有的一切不是在道理上的，我们就不要去，不是我的就不要去拿，不该我的就不要去想，这样你才活得自在，这样你才是成为人间的自在佛。那么修持三种抗拒诱惑的能力，第二种要抗拒色界的诱惑力啊，色界并不是指男女之色，指的是这个有色的世界啊，就像心经里面讲的色界是空，空即是色，并不是讲的那个色，是讲的人间的色，因为菩萨称人间为色界，大家听得懂吗？因为你们看到的花是有彩色的，你们所有看到的一切都是彩色的，在这个有色的世界里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临时的，都是空的，所有拥有的一切今天有明天没有，所以我们要避开，我们要抗拒它的诱惑力。很多人说我一辈子啊就喜欢这个，那就是你没有抗拒到你的诱惑力。所以学佛的人要能够定怎么样来抗拒这些呢？就是靠着你的戒，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有戒律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才定得下来，那么这个人定得下来的时候呢，才会有戒。所以所有的一切戒定慧就是佛法中的精真谛，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我们要戒。很多人不懂佛法，那么难道就没有佛法吗？很多人不懂法律犯了罪，难道就没有罪了吗？所以我们学佛人靠着戒律活着，来戒自己，来戒所有的啊自己所造的一切业，让它不要进入你的意识当中，不要进入你的八识田中。所以我们最后一点就是要保持缩小欲望，把欲望减低减低再减低。好，那么台长呢跟大家讲，我今天劝大家要放下一切。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这个末法时间，现在天灾人祸啊，在我们刚刚来的之前，大家也知道啊，那个伊朗是吧，地震啊，随随便便一地震几百人就没了，大家想一想，到处是啊灾荒。所以我们要放下啊，菩萨说啊，只有学救度众生的人啊，才能得救。只有修菩萨戒的人，他才能得救。啊，所以我们学佛人必须境界要高。我们不是为自己活着，我们不能单单为自己。我们不但要把自己修好，我们还要学菩萨。我们不是学阿罗汉，我们要学菩萨的大慈大悲。所以我们要放下一切。有一天当你很无奈的时候，你要放弃人间的一切的时候，你早一点放下，给自己悠闲自在，你不是更好吗？所以学佛的人要看得远站得高，我们这样才能知因果，懂得佛理。所以希望大家学因果，懂因果，解因果。因为台长呢待一会儿呢要留很多时间呢给大家现场当场看图腾，那么很多人呢会问自己的命运啦、前途啦、自己过世的亡人在哪里啦，那么台长呢当场给大家看，那么这个环节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的，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多知道台长这个功能啊，主要是帮助你们怎么样让你们呢破除自己的我执啊，要转念离相。转念离相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自己的念头要转过来，赶紧要抓紧人间这点点滴滴的时间来修好自己的心，来把自己的行为修正过来。
什么叫修心，什么叫修行，简单的讲就是修正自己的心灵行为，简单的讲就是修正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所以千万不要说别人好别人不好，所以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我们尽量要少说。所以台长告诉所有的跟着台长学佛的人一句话，我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千万不可评论你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当你评论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用你生命的代价来补偿你所犯过的这个过失。也就是说，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不要去乱讲话。所以学佛人为什么要话少，现在要念经多语言少，唯一的可以给你们多一点语言的时间呢，就是什么呢，多念经。有一对夫妻在我们那么有一对夫妻啊，有一对夫妻在我们澳大利亚过去呢，他说呢，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那么现在呢，夫妻两个都开始念经了，他看他，他看他的时候呢，两个人都不讲话，嘴巴里面，然后大家笑。因为后来我说，你们过去老吵架，现在还吵吗？台长啊，吵什么架，哪有时间吵啊，这篇念经还来不及呢，小房子还欠三十六张呢。我们现在虽然在人田，在人间，我们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就是要在苦难当中种福田，我们要在艰苦的生活当中种上我们好的福田，我们常生欢喜心，我们要有心力，我们就会有定力，我们真如和烦恼，我们要学会真的心来对待自己的烦恼，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烦恼会随着时间会永远的过去，我们在人间只不过是一个旅站，很快就会过去。所以我们做人要看到一体两面，我们又要看到人受苦的一面，但是我们也知道人间是最好让我们上天的一条路。所以当人间烦恼来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当作是做功德最好的时机。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开始就看到这里，接下来呢有两个同修呢很感人的发言，他们发言之后呢，台长就上来给大家看很长时间的图腾，那么当场说出你们的所有的事情，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